哎，医生，能再抽500cc 吗？你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再抽500cc， 你就会没命的。我是挺好的，没事儿，我求你了，你就再让我下一次，我爸等着抢救命了。再抽，你就没命了。哎，二叔，二叔，二叔。 王浩，你怎么来了？二叔，我爸再不做手术，这两天肯定就要撑不住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家没钱，你家的事儿自己解决。好了，不是二叔不想帮你，确实我这没有多的钱呢。二叔，那我爸去年借您的5万块钱，您看5万块钱，你小子向钱想够了吧？现在这个样子。 别说没有，就是有，也不可能给你。婶儿，我不是那个意思。这，这5万块钱算是我借的，我们家有了立马还给你。等你家有了，就你现在的情况，爸你卖了也没用。二叔，我爸是您亲哥呀，您就眼睁睁看着他病死吗？死了倒好，穿个累赘。小川，好了，你看。 你爸这病，他就是个无底洞。我这那一家那老小的也要养活，你就放过你二叔。二叔，我求求你！哎，这是……哦，对了，三姑她有钱，要不你去求求你三姑去。 他能废什么话？我今天把话撂这儿，要钱没有，爱贵，滚是吧？你最好跟他们彻底断绝关系，听见没？一声绝子，免得传给咱们。三姑。 孩子他爸有病，急需用钱，你能不能？你打错了。浩儿，您二叔愿意还钱了吗？那这咋办呀？家属都在吧？哦，对了，这个是你们要做的手术费，据钱来缴下费吧。 10万？怎么这么贵啊？10万还算少的，这后面进口的药物才是大头。那需要多少钱？怎么也得100万。妈，妈，100万。浩儿，咱们到哪儿去弄这么多钱给你爸治病？妈，你先别担心，我有办法。 爸，这病怎么不治？医生的话我都听到了。我们不浪费那些钱呢。孩儿，你的路还长，爸自己知道。这条老命不值钱，你们，我去死吧，爸。 咱们家不能没有您呀！儿子，求您了，您就治病吧，爸！我就是个废人，废人呐！我，其实你们怎么来了？亲家母，你来了。谁给你是亲家母？ 两个孩子就要结婚了，我们就是亲家了呀！想得倒挺美。今天我站在这儿，就算告诉你们，吴浩和诗诗的结婚的事儿取消。什么？伯母，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诗诗不能嫁给你。这浩儿和诗诗的婚姻是咱们两家的老爷子亲自定的，怎么你还这么说呀我？
你们家什么机会？你知道吗？你们老师是跟你们一起出几百工吗？还有你，要工作没有，要钱没有，还想结婚？你们那个穷爹，让你妈跟他做了一辈子的穷，现在路上这么一个烂摊子，你是想要的是不是跟你妈一样啊？啊！浩儿说了。 他研究的那个芯片马上就要完成了，你再公布就有点投资金，他一定会出人头地的。这样的话你也信？我要的是现在。诗诗，你也这么想的？我，这就是他的想法。他不好意思跟你说，当然嘛，这个恶人呐，还是我那个亲妈做。 我该说的话我已经跟你说了，以后你不准再纠缠思思，走，跟我回家，听话，你把这样的人要送出去，走，回家，妈，走。浩儿，对不起，是爸没有，是爸没，爸，你别动手了，爸，你们把我养大，已经很不容易。 这个家，以后我来听。妈，我知道你急用钱，这卡里有10万块，是我全部的积蓄了，你先用着。还有，刚刚那些话都是我妈的意思，你别太在意，我回去以后好好劝她。诗诗，你记不记得？ 我相信你一定会出人头地的。我好，我杨诗诗，此生非你不嫁。啊，小子，浩儿，爸让你和你妈跟着，受苦了。没事的，爸，你相信我。咱们的好日子啊，都在后头呢，爸相信你。浩儿，爸，口口，你去给我把这苹果吧。好，我这就去。你先好好休息啊。 浩儿，爸对不起，爸不能再拖累你了，一定要争气，让你妈跟着过上好日子，才不让别人看不起咱们。啊！ 你先求吧，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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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呦！ 干什么去了？一会儿了，还要随礼呢，赶紧走！都落魄成这样了，咱们今后就别和他们家有什么人情交往了。哎呀，别看了，赶紧走，快走！爸，您以前常说好人有好报，做人一定要善良。当年您对二叔那些亲戚百般付出，可如今您却是…… 他们看都不来看一眼，他们就是一群白眼狼。你爸最喜欢热闹了，以前别人家红白事，他都去帮忙，没想到他走的这一天。
连一个吊丧的人都没有。吴家未来儿媳杨诗诗，来赠公公一程。叔叔后事都处理完了，你就放心去吧。好，你这次去京海找那个投资人，他真的会用一大笔资金投资你的芯片？放心吧，妈，给我三年时间，咱们家就能过上好日子。不止如此，我还要把我爸的骨灰盒葬入祖陵，丰功大办。好，你真傻，吴家祖陵葬的可都是吴家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吴家人怎么可能让你爸葬在那里？妈，相信我，我会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刮目相看。我也不奢求什么大富大贵的生活，我只希望你以后有本事了呀，早点把诗诗娶回家。诗诗，等我回来，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娶你。我杨诗诗说过，此生非你不嫁，我等你。对了，这个给你，不许弄丢了，回来的时候还我。好。妈，谢谢，等我回来。等你回来。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给我！艾总，轮椅带到。摘了吧。你们是什么人？到底要干什么？不好意思，吴先生，以这种方式把你带过来。我是你的投资人，艾雪。你的合作态度啊！放假吗？你们先出去。你的芯片对我们林相保密项目很重要，一旦你的信息暴露，你会有生命危险。为什么？我不能说太多，我能透露的是你的芯片会影响我国未来30年的国家。这是合同。3年内不得与外界联系，包括父母。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为难。当然，作为回报，3年期满，我会给你索尔集团执行总裁的位置，届时权力、财富也将拥有尽。吴先生，你好好考虑一下。签。近3年。索尔公司的芯片以绝对的优势占据了全球市场，对我国经济、军事各方面贡献巨大。就在刚刚，索尔集团又有新的总裁人选。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索尔公司的今天。下面我宣布，索尔公司执行总裁由吴昊担任。掌握权势的感觉如何，吴总？掌握权势只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3年合约已到，安雪，我要回家。听说你有一个未婚妻，这么着急回家，应该也是为了见她吧？
那我倒是想问问，我和他谁更漂亮？你很漂亮，但他在我心中无人可替。能得你如此青睐，我倒是很好奇他长什么样子。想回家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跟你一起回去。你说什么？吴伯，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胡说八道？那我问问你吧，这三年时间他联系过你？三年前我亲眼看到一伙歹徒和他打架，三年都没联系，不是被打死了是什么？温暖，阿伯，不会的。我浩儿不会死的。伯母，你别听他的，吴昊不可能有事。还有你啊，雨石，你妈已经跟我爸定好了，要把你嫁给忘了我那个不争气的堂哥吧。咱俩挑个日子，这儿一个跟着老子吃香喝辣。嫁给你？你怎么这么能编啊？我妈不可能同意。哎，我纠正一下，不是你妈同意你嫁给，是你妈那个老太太抱着我的大嘴求我去。胡说八道什么？我胡说八道，告诉你，老子可是入职了国内第一大公司索尔，吴家村的拆迁项目就是凭着老子的面子给全村人争取的。是啊，我那个堂哥有什么好的呀？啊，只要你能嫁，我就带你去大城市住，吃香喝辣，要什么有什么。放心，我对你啊，那可是真心的。你不用再大手碰我。吴伯，我告诉你，你连吴昊一根脚趾都比不上。什么？敬酒不吃吃罚酒行啊？兄弟们，把他给我绑了，今天就是要把生米煮成熟饭，不嫁也得嫁。你妈畜生，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挨钱刀的，我给你拼了！我。哎，伯母，闺女，伯母，放开我！兄弟们，把这个死老太婆给我拖出去，从今以后不允许她踏入吴家小院半步。伯母，伯母，诗诗，来喝口水歇歇。雪姨，我没事，这身体好得很。那也不能干啦，身体累坏了。来，放下。这三年辛苦你了。不辛苦啊，雪姨，这都是我应该的。吴昊这臭小子，三年了，一点音信都没有，我这心里真有点担心。雪姨，我相信吴昊一定会回来的，不用担心了。喂，老太婆，给你五分钟时间收拾东西滚出吴家楼。小伯，你干什么呀？我可是你婶儿。哎，呸，别跟我攀亲戚，你配吗？告诉你，我们公司要在你们家这块盖一个高新产业园，这地马上就要拆迁了。赶紧的，收拾回来。拆迁？哎，这个是好事呀！你能不能好好跟你婶说话？哎，来，快坐下，喝口茶啊。那小伯，这院子，能拆多少钱？不多，也就四五百万吧。哎呀，太好了！有了这笔钱，吴昊回来，你们就可以买房子结婚了。哎，老太婆，这四五百万跟你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小伯，这院子是我老头留下来的，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呢？吴家祖训，吴家妻室不得参与财产。你那个穷鬼老公死了，这老院的归属权自然落到我们家。小伯，虽然你大伯死了，可是你堂兄吴昊还在呀，这院子的归属权
怎么就落在你这儿了呢？哼，他呀，早就死了。乡亲们，咱们吴家村自建村起，也曾经走出过不少人，但是我们村仍处于落后的，如今我国力我自然要回报家乡，代替乡亲发家致富啊！好好。二叔啊，你家呀出了一个好儿子，居然呢在全球第一家企业索尔公司当总经理，还给咱们吴家村呐带来了项目，真是佩服啊！打小啊，我就看着吴伯这孩子有出息，不像你大哥那儿子吴昊，废物一个。那是自然，那个废物怎么能跟我儿子相提并论？他们一家子都没什么出息。乡亲们，面前的这些就是我们这次拆迁的补偿，也是我们乡亲们的回馈。下面我宣布，我们拆迁仪式正式开始。我念到名字呀，咱们上台领钱。吴伯，还我吴家老院！这个臭婆娘怎么来了？乡亲们，请你们为我主持公道，吴家老院是我家政权留给我儿子吴昊的财产，他们一家据为己有，还将我轰出家门，还有没有王法了？你说什么呢？你闭嘴！各位，听我说，这吴家老院啊，确实是我那大哥不顺钱了，但是如今我大哥已逝，他那不争气的儿子也死了，咱们吴家家规写得一清二楚，外姓人啊不能参与这个家产的继承，所以啊这吴家老院当然就是我们家接手了，大家说对不对？对。哎，我说那你这个吴家媳妇怎么着，还想着啊逾越家规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不是，我儿子没有死。婶儿啊，你说你平时打我骂我我都忍，可是今天是大家伙领钱的日子，你不能因为自己领了就耽误大家呀。对啊，今天是全村的好日子，怎么因小失大呢？他想钱想疯了吧？这吴家大院啊给这远家呀合情合理，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就算那吴昊没死，哪有三四年不回家的道理？哼，有可能啊他不想要你这个妈了吧？就是，活该他们家就这么穷。就是，活该他们家穷。活该，活该，活该你穷，活该！你们都给我闭嘴！儿子没有死，他是去做生意赚钱去了，他一定会回来的。呸！你儿子会做个屁的生意？还等他回来，你死了他都回不来。你们一家白眼狼，诋毁我儿子，还抢我儿子的院子，我跟你拼了！我疯了吧你这个臭婆娘。乡亲们，这个李曼雪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拆迁仪式，这钱你们还要不要？你个死老太婆，你分不到钱，还有我们大家分不到钱，滚吧！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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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死了，我也要要回我儿子的院子。不滚是吧？那我就把你打出去。乡亲们，只要把这个老太婆打出去，大家立马就能拿到钱。打！滚出去！打死你！滚出去！滚出去！打死你！死了孩子！打死你！滚出去！打死你！滚出去！快滚出去！打死你！啊！停停停！妈对不起啊，妈无能，连你的院子都守不住。他不会是疯了吧？疯了！这主，他疯了也就疯了，这都是报应。呸！
吴赫，哎，你是我的赫儿，妈想你，妈真的好想你啊！热馒头，你吃。谁是你啊，废物儿子？你给我滚一边去！你以前最爱吃妈做的热馒头了，你为什么不吃啊？这么好吃的馒头，当然是得留给您先吃啊，对吧？来，您先吃一口，多吃点啊。孩儿孝顺，妈吃。啊、吃。哎呦，孩儿，这馒头好硬啊！乌云总裁荣至归乡。我们公司的高新科技产业园建设地点就在吴家村，今天正好是拆迁仪式，吴家村的全体居民都在那儿，你这个大总裁就去露个面吧。妈，三年不见，你过得还好吗？儿子是进来见您。你滚一边去！妈。妈，妈，好疼啊！儿子来晚了，让您受委屈了。你不是我儿子，你们都想抢我儿子的房子，不会给你们的，妈。你好好看看，我是吴昊啊。你是坏人，你们都是坏人，坏人，坏人。来人，先把我妈送医院。坏人，坏人，坏人。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一家好欺负？前些年一直踩在我们家头上，我怎么了？可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我的底线，如今可是逼迫我妈。今日凡是欺负过我妈的人，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不已经死了？谁欺负你妈了？是你妈耽误大伙分钱，她自找的。大家别害怕，你小子没死。这几年本事没长，偏是倒是长，就是欺负你妈又能怎么样？如今老子有权有势，你是个什么东西？装什么大孝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挑这个表回来就是想分钱。我告诉你，开门！好一个有权有势啊！好一个强词夺理！欺我母亲，占我房子，还有什么是你们一家做不出来的？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怎么？在外边都惹事，这帮人你带着。兄弟们，这小子欠了你们不少钱啊！咱可事先说好，我们不会给他擦屁股的。这个人是死是活，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我们可不是债主关系，他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劝你嘴巴放干净一点。哎，可以呀、啊，吴昊，我说你这么有底线，那是傍上富婆了呀。吴家言怎么出现这么一个败类啊？在外边又穷又没本事啊，还在外边给我鬼混，还进去帮着女佣吃软饭。我咋看出来了？在你们这些人眼中，根本不分青红皂白，穷就是原罪，穷就理应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穷就理应该被欺负，是吗？这么简单？怎么，钱把你们的脊梁骨压弯了？你想干什么？你在外面干坏事，你还有理了？我干坏事啊？那我就干一件你们眼中的坏事。急眼了，
想杀人啊？来，我嫌脏了你的手。干什么？哎，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今天我就断了。吴家村拆迁的钱，我就算是扔了，我该你们。真以为你当个小混混就能无法无天，还敢当众抢钱？吴昊，今天你要是敢动这钱，我们不跟你来。你说不拆就不拆，这个是我儿子负责的项目。放心，你儿子马上就从福尔顿公司滚蛋。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老板？你让我滚蛋，我就滚蛋。区区一个分公司老板，我让他开除你，他就得开除你。大言不惭，不就是吃上软饭了吗？啊！你要是真有那本事，你家至于落到如此下场吗？你总带着你爸吃香喝辣，至于你爹呀，他也不会死。你爹就是被你自己给穷死。这刚刚啊，当妈的疯了，这不儿子也疯了。这娘们儿，哎，把这疯子给我弄回去。我忍你很久了，臭娘们，怎么敢打我？我记得分公司老板叫何树木，给他打电话，你知道该怎么做。爹，喂，五分钟之内赶到吴家村拆迁现场，雨水未到。你这个位置就不用坐。何总，您的茶。还喝个屁呀、啊！赶紧备车去吴家村。我没听错吧？刚才那女的给何总打电话，何总啊，可是咱们省的大人物啊。说不定他这几年在外面真混出个样子来。装腔作势而已，我不信三年时间能闯出什么大名堂。知不知道何总是什么问题？我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叫他都合起混的，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一个电话就能把他叫？巧了，你老板想见我一面。也很困难。你自以为当一个总经理得权得势目中无人，但是在我的眼里，你那些微不足道的权势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呀，我没空在这跟你扯淡。乡亲们，今天本来是我们大家伙分钱的日子，但他们母子一个接着一个过来的，真让我们吃醋的呀。啊，臭家伙，谁阻止我们分钱，干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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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不过五分钟时间，是真是假自见分晓。怎么，你不敢走？还是说你不能接受被我踩在脚下？行，那我们大伙儿好。五分钟之后，如果何总来不了，那怎么办？我若是叫不来，随你处置。好。五分钟之后。如果合作，请稍坐。怎么样？有什么不敢？有什么不敢？如果我把何叔叫来，反之，你当众剁手，敢吗？啊？反正最后呀，死的肯定是你自己。让开！我说，吴昊，你别说我不念旧情，好歹呢，我也叫你一声侄子，当叔叔的，在这儿呢，就奉劝你一句，别为了逞能，把自己小命给弄丢了。你现在记得我是您侄子吗？当天我爹病重，我跪在你们家门口求你救救我爹的时候，你怎么不念及这层叔侄关系啊？现在又关心起我的小命，你应该巴不得我死才对。这样就没人跟你们争吴家老院了呀！这，
既然你一心想死，那我就成死。不过我得好好学习。不管你死不死，这吴家老人都是我看你这吴昊啊，是活腻歪了。我要姓李啊，就死了算了，活的有啥意思啊？吴昊，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现在跪下来，好好给我磕几个头，然后自己滚出去，我就当这事没发生过。吴伯，干什么呢？何总，是。吴伯，你干什么呢？何总，他真的一个电话把何总叫来了？不可能啊，那个废物怎么能认识何总？何总，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差点忘了，艾总的身份不予暴露。那个，我让你办的事儿，你给我办好了。哎呀，本来办得好好的，大家伙把钱一领就什么事儿都解决了。但是呀，有个家伙因为你得到钱就过来捣乱，阻碍了拆迁仪式的进程。哼，看来艾总也是因为这件事才把我叫过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竟敢阻碍我们索尔集团的项目。这小子果然不认识何总，入教祖师。何总，就是他，就是他，因为领不到钱，所以才来捣乱。您放心，我一定处理好，保证按时完成拆迁仪式。吴昊，何总确实，不过不是你叫，人家是动人事藏头住。你说了，请吧，是吗？何总。吴伯今天的表现我很不满意，你说该怎么做？这东西他妈想害死何总，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你是上什么当？收拾东西，赶紧给我滚蛋！何总。您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吴国可是认认真真在完成你给他的任务啊！何总，就是啊，明明是这小子在捣乱，你不可不能赖在我儿子身上啊！行，何总，我好不容易才当上公司总经理，您不能随随便便开除我呀！这些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们这些话留着跟这位女士说去。看来呀，真是傍上了一棵大树。那个女的有可能是索尔公司的高层，要不何总怎么能具备她呀？这下完蛋了，咱们把吴昊给得罪了。就是，刚才这些都是我做的不对，您大人有大量，您就放了我吧，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要求，你就求他，他要是选择原谅你，我也没意见。那个，堂哥，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刚刚跟您闹着玩的。你看，这样，吴家老院我就不要了。另外，我再给你多压100万，您就帮帮我，您饶了我好不好？现在知道叫堂哥攀亲戚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大人有大量，您就帮帮我，帮我。我爹当年病危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袖手旁观啊！不仅如此，你们还欺压我妈，把她逼疯，占我的房子。有这样的亲戚吗？在你们眼中，只有钱，哪有什么亲戚啊？你刚才说的话，我还给你。还有你们，我说过吴家村的项目终止，你们谁也别想拿一分钱。吴昊，这可都是吴伯的错呀，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怎么整治他我们跟你干。燕子呀，你也是吴家村村民的份上，这个拆迁工程啊可千万不能停止啊，我们吴家村这些村民呢
何止这些拆迁款，生活呢？就是啊，你可是白眼狼，刚才还围着我儿子转，现在我儿子落魄了，不仅不帮忙说话，还帮着这个废物数落他，那还是人吗？死老太婆，古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你儿子不是什么总经理了，我们呢，只是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还真是挺嘲讽的，你当年也是这么对我们家的呀。还有你们还真是一群攀附的势利眼啊，人富卑躬屈膝，人穷气之弊，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分钱也别想了，这就是你们欺压我妈的代价。怎么下不去手啊？要不要我帮你啊？哼，别太过分。我过分？这都是你应得的报应，你就算死也难侥幸投之恨。该死的人是你。我该死的人是你。我儿子，给我打，打死他。大婶，求求你，当叔了，求你了，再打下去他要死了。我今天就是要打死他，我妈吃了一辈子苦了，到头来还被你们欺负。谁为他说理了？今天我如果放过他，他就是个大逆不道的不孝子。大婶，叔求你了，求你了。还有你，住手！石石，哇，杨石石是吧？我听吴昊提起过你。石石，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这个玉佩，我每天都戴在身上。当年你说过，等我回来。我就把玉佩还给你，如今我回来了，你说过，等我回来，你就嫁给我，这话还作数吗？不作数。是谁？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不作数。哇，我问你，这三年你都干什么去了？诗诗，我的具体工作内容属于绝密，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告诉你。杨小姐，希望你能理解，吴昊的工作内容确实不太适合公布于众。是吗？所以吴昊这三年都和你在一起？杨小姐说的哪里话？我和吴昊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自然是在一起工作。那吴昊这三年还多亏你的照顾，应该的。吴昊，我都听说了，你在京海傍上了一个白富美，现在日子过得可风光了，是吧？这就是你说的绝密。只是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我不想听你解释。你还解释什么呀？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呀，就是个吃软饭的，靠着女人的势力，吴家村说不拆就不拆了。哼，硬是你一句话让何总啊罢免了吴伯的总经理的地位，你跟那女的什么关系啊？她能为你做出这些事情？我就是说嘛，你呀就是个吃软饭的。再胡说八道一句，信不信我撕了你们的嘴？你说什么？石石，连你也不相信我？你叫我怎么相信你？现在事实就摆在我眼前。不过就算是我相信你，也没有用。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嫁给了吴伯。你骗我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嫁给这种人啊？
你心里说话，忘了告诉你，我跟诗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夫妻关系。就算你现在比我强了又怎么样？你心爱的女人还不是比我肆意烦恼？怎么样，心里不好受吧？我警告你，把你的脏手拿开！他现在是我老婆，我想怎么跟你有什么关系？诗诗，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你可以告诉我。 我现在有能力，什么都可以帮你解决。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一个仗着女人作福作威的小白脸而已。你有个屁的！要是没有这样呀，你什么都不是。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得来的。他只是我的合作伙伴。就凭你呀、啊？你的意思是你用了3年时间就能让索尔集团的高管对你唯命是从？这句话说出来，你自己信？ 老子这么优秀，从小事事都压着，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也才爬到了分公司总经理的位置。老子就不信你比老子更……你从小就自以为是，什么事儿我都让着你，不与你计较，你真当我不如你是吗？好了，你们别吵了。诗诗，是不是他威胁你，你告诉我。他没有强迫，是我自愿嫁给他，这个回答。 你满意了？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你当年明明说过要嫁给我的。你一走就是3年，3年里你杳无音讯，从来都没有找过我。如果你一直不回来，我等你一辈子吧。你以为你是谁啊？是我不想回来吗？是我不想回来吗？我也是受雇于合约，3年不能与外界联系啊。这3年我没有一个不是想你的，谎话连篇。 什么合同要求你3年不能联系外界？你真把自己当什么机密人物了是吗？这就是你的理由？你怎么这么好笑呢？是，这3年的确是我对不起你。我不用你的对不起，反正我对你也只是玩玩而已。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我一直都在玩弄你的感情。现在我玩腻了。是吧？ 原来一直都是我自作多情，你不用假惺惺，反正你不是也早就跟别人在一起？诗诗，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相信，但是这一点我希望你能信我，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不该欠谁想了，都是女人。 我能看得出来，你心里其实是何必装出这么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你想多了。好，那我接下来说的话，你要仔细听清楚了。吴昊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并且我跟他已经真情，私定终生。 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你心爱的女孩子现在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了，难道你还要继续纠缠下去，给自己留着罪？说的也是，如今她以为人妻，我已经没有身份站在她面前了。虽然我看得出来，她心里还有你，但正因为如此，你才更应该断了她的念想，这是为她好。 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那我没必要再演下去了。没错，我们早就已经私定终生了，只差择一良辰吉日举办婚礼。果然是吃软饭的，我还以为你真有本事，狗仗人势。吴昊，你这个人真虚伪，表面一套背后，真把自己当好人啊！吴昊，祝你们百年好合。谢谢。 但我不能祝福你们，我饶不了你，你对我们家做的一点一滴，我会丝毫不掺和。你想干什么？这件事跟你没关系，让开！男人，胡伯，你我两家的恩怨势必在今日了结。你们干什么？诗诗，我可是你丈夫呀！ 你不能眼睁睁看着男人被打死呀，对不对？我以前那么喜欢你，只要你拦着，他肯定不敢把你怎样。
我知道吴伯他做了很多错事，死不足惜。但他现在毕竟是我的丈夫，我求你给他一个重新改过自新的机会，行吗？我妈现在还在医院躺着，让我放过他。只要你肯放过他，你要我做什么都行。不需要你做什么，你我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亏欠了。张凯，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没错，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好。 那既然我作为他的妻子，理应苦难同当。他犯的错，我知道承受。要打要杀，你冲我！好一个忠贞女子！吴伯，你要还是个男人，你就站着；你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躲在女人背后算什么东西？还好意思说我？你不也挡在女人后面作威作福？我说过了，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把他拉开！ 放开我！如果你非要动他，先从我尸体上跨过去，你真以为我不敢吗？乡亲们，乡亲们，说到底，都是这个吴昊，是他终止了我们吴家村的拆迁，让我们大家伙拿不到钱的人啊，是他呀！你们心里面难道就由着他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你们心里面有没有怨气吗？一个小白脸有什么羞让的？哼，也不是他真本事。说的对，咱们凭什么怕他？是不是？对，他不过呢，就仗着他身边有那么几个会打的人，谁家没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咱们今天呀，就让他知道，我们吴家村的人也不饶惹他。对，我们的财路，把吴金田要给他们俩。大哥，电话通知，打电话救援。儿子，赶紧来吧。 老子他妈都被打死了！快点，快点啊！喂，赶快来吧！你老爸太打死了！什么？我现在就过来！连我爸都敢欺负，兄弟们，抄家伙，干他！喂，咋的？爹，你放心啊，今天我他妈必干他！行，等着吧，你俩拿东西。 给我站住！你别拦！吴总，看他们这阵势，应该是叫了不少人。咱们现在就这么几个人，怕是应付不了啊！哼，你小子，刘总待会儿别跑，我看你能够嚣张到什么时候！吴昊，今天就这么算了吧，你赶紧走吧。反正他们人来了，人多势众，你这儿架不住。不能就这么算。 你刚不是要打死我吗？啊！来呀，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吧。一会儿人来了，我倒要看看是谁被打死。我就在这儿等着，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拿我怎么样。是，他可是刚才要杀你男人的人呐！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拧呢？你向着他说话？怎么？你心里还是对这小子念念不忘啊？你别忘了，现在呀，你已经嫁给吴伯了。 今天把老子也给我丢尽，你要是心里还有他，你就陪他一起。这是他们的家务事，你没有资格管。谁是怎么嫁给你这个畜生？他是我老婆，我想打就打，关你什么事？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小命。不，今天有我在这儿，没有人能动吴昊一分一毫。何总，哎，借用一下你的人没有问题吧？没问题。 我专门训练了一批地下拳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去安排。他地下拳手呢？你能吓住谁呀？敢欺负我儿子！告诉你们，今儿个，请你别想走。喂，一定得这小子的脸是他的。对，看看你们还没有看清楚形势。也好，既然你们急着送死，那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 还有我父母在你们这受到的屈辱，今日咱们积极清算，告我自己在天之灵。哇，你为什么非要弄到不死不休地步呢？你倒是提醒我了，为什么？因为他看我父母老实，就私自占用我家田地，一耕就是十年啊！我父亲找他讨要说法，回来的时候遍体鳞伤。 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以为我早已经忘了？还有你，
有一年我家稻田稻米丰收，你因为眼红嫉妒，晚上一个人偷偷的放了把大火，把他们全烧了。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干的？你知不知道那年冬天我们是怎么饿过来的？你还有你们，你们对我父母做过什么忘了吧？可我都还记得呢。马善被人欺，人善被人欺，你们对我父母做的每一件事都像一根根尖刺扎在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将来我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有能力的人，这样我父母才不会被你们欺负。这就是为什么没想到他的朋友过得这么不济。咱们以往的恩怨我父母没有能力斩断，如今我有能力了，那就由我这个儿子亲手斩断。谁看见吴昊滚去吧。就他妈你叫吴昊啊，那几年不见混不错呀，敢欺负我爹。小贝，你就是吴昊是吧？敢欺负我们老大的爹，你他妈是不是活腻了？他打着我了。儿子，就是他，给我好好收拾你。就是他呀，耽误咱们分钱了，揍他。哎呦，小子，这几年混得不错呀，这么多钱。他爹，拿钱去，这是他孝敬咱的。有我在，你怕啥？拿。好，咱们拿钱。现在我们赢多了，我怕你了。哼，怕你干什么？我怕你们有命拿，没命花呀。不是，我就拿了，你能咋的？这位哥，钱你们已经拿完了，和气生财，现在可以走了吧？走个屁呀、啊！他妈欺负我爹的账我还没算呢。别多管闲事，让他们打死我。吴昊，刚才不是挺红吗？啊，现在还。还不起你的命，我待会儿来生。呀，小子，听这话的意思，不服呀？你干啥？行，那就干一架。来人！先给每人100万，任务只有一个。打不死就往死里打，两下。这你在干啥呢？还他妈看得上啊？大哥，打不过呀。我们打不过你也打呀，上！不是我等一下，大哥，你在哪儿？然后我老婆生孩子，我先走了啊！不是我，大哥，那儿，去哪儿去了？快跑吧！这么多人都没打过，赶紧跑！我不走，我不能把我儿子丢下不管。老吴啊！你儿子今天呢肯定没命了，我可不管了，我也跑了。现在轮到你了。你到底想怎么样？吴昊，你现在人也打了，仇也报了，而且吴国他们一家可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这你都不愿意放手。是我们对，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你放过我儿子吧。对，咱只要你放了我儿子，我把我这条老命抵给你，你一命抵一命。原来你们还有人性啊！来，你们欺负我妈的时候，有考虑过我这个做儿子的感受吗？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我给你磕头，求求你放过我儿子。我给你磕头。爸，妈，你快起来，别跟这个废物磕头。我爸就闭上，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妈不能让你出事儿。对。
姑姑，你这是做什么呀？拿你老婆威胁我，你不觉得可笑吗？别说了，我知道你。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喜欢的人是他，我们已经私定终身了，至于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现在就弄死他！吴波，吴波，怎么？今晚了，杀了他你也活不了。那就拉他一起垫背儿。是，我们一起死好不好？啊，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畜生！刚才还在为你求情，你就这么对他？他是我老婆，这一切都是你逼的。放开他，承认吧，你心里还是有他的。一边当着小白脸，一边惦记着旧情人。行啊，你吴昊，你要我放了他也可以。那你放我们走。你好歹是个男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拿着自己老婆当筹码算什么男人？女人算什么东西？她能有我的命重要啊？没人敢找就是。你拿她威胁吴昊可以，但威胁不了我。来人，拿下吴昊！要咱们走，这就对了吧？啊，吴昊，你今天对我做的一切，老子都记住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你给我等着。好啊，我还以为你会以后害怕的躲起来，刚好省得我麻烦了。希望下次你不是只会躲在女人身后。还有你，杨诗诗。从今往后，咱们两不相欠，再无瓜葛。下次我不会再手软。妈，妈，你对他还真是用情至深啊，可惜。没什么可惜的，缘分已尽。吴总，老夫人在医院出事了，走，去医院。妈，你好好看看，我是您儿子呀。你是吴昊。妈，儿子。妈，你不是吴昊，你们都想骗我儿子的房子。我儿子回来了，你们好好看看。妈，这就是你和郭家发生了。儿子现在有出息了，没有人再敢欺负咱们。浩儿，你说回来要光宗耀祖，还要把你父亲葬在祖林。浩儿，你在哪儿啊？你不要妈妈了。我小儿子。马上给他打一针镇定剂。医生，我妈现在怎么样？病人是受了很严重的刺激，导致了精神失常，这是严重的精神疾病的表现。等着吧，有戏。只不过什么？治疗这种严重精神疾病需要进口药才能起效，这个费用。我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如果当年有钱，早一点让父亲做手术，或许父亲就不会死。给我妈安排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把她治好。妈，你一定要好起来。您吃了一辈子苦了，现在儿子出息了，以后你还要过上好日子呢。我终于知道你这些年为什么这么努力了。你真的很孝顺，我还是没有做好。我爸临终前嘱托我要照顾好他，可我还是让他受欺负。自古忠孝难两全，这些年你为公司、为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你不必太过自责。我偏偏有忠孝两全，我发誓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有第二次。而且，啊，怎么了？之前的事，要说好。没什么，我就是。担心你和你的心里好像只有那个杨诗诗。我和他不会再有任何瓜葛了。
那我们结婚吧。你，我是认真的。其实，这三年的相处以来，我早就喜欢上你了。不必起誓，我绝对不会像杨诗诗那般辜负你。感情的事以后再说吧。我母亲现在还没有痊愈，另外，我曾经说过，要将我父亲的骨灰葬在祖陵，我还没有做到。据说你们吴家的祖陵埋葬的都是我吴家历代的杰出人物，按照你父亲的那个地位，放在吴家祖陵，想必是会遭到那些人的反对吧。我要做的事，谁都拦不住。三日后，我要按照丧葬最高的礼仪，将我父亲葬入吴家祖陵。什么事儿这么高兴？爸，我刚收到一个好消息，吴昊那个废物要把他那个穷爹葬入吴家祖陵。啥？这不胡闹吗？他吴正权什么身份？他也敢葬入咱们的吴家祖陵？这是对祖宗的大不敬！爸，这可是好消息。这算哪门子好消息？亏你笑得出来。爸，你想想，这事儿如果传到吴家那些大人了，他们会怎么办？你是说咱吴家那些名扬四海的子嗣？对呀，他们肯定站出来阻拦，而且还会狠狠地收拾我。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儿子，我觉得咱们这件事儿还是别去混了。咱们上一次当时有亏，可爸爸心里边怕呀。你忘了他当初是怎么羞辱我们的了？我可听说那吴昊和新上任的索尔军的大总裁有联系，如果这是真的，就是那些大人物也得对他恭恭敬敬啊。爸，这都是从哪儿听的谣言？我就不信他那个吃软饭的能跟什么索尔集团大总裁有任何联系。你就放心吧，我这就联系那些大人物，把这个消息放出去。看我怎么收拾你！吴总，您觉得这个项目怎么样？喂，是我，什么事？什么？他敢？项目推迟，马上准备私人飞机，地点吴家祖陵。什么身份也敢葬入吴家祖宗，看你这小子活腻了。安排下去，我要去祖营一趟，马上给你安排。喂，什么？岂有此理。走，动身去吴家祖陵。你们也听说这个吴昊要把他爹葬在祖陵？我正是为这事儿来的。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这种穷人也配葬入我们祖陵啊？祖陵不容爹，他敢来，定让他有来无回。几位大人，他来了，就是那个废物要把他爹葬进祖陵，你们可一定不要放过他。可是你堂哥，你不向着他说话，反而帮着我们。大人，就算他是我堂哥，也不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啊！整个吴家一系，谁不知道祖陵葬都是大人物，他凭什么把他爹葬在这儿？我这是帮你不帮亲呢。你很不错，事后你要有兴趣到我公司来吧。哎呦，多谢大人赏识。你还真敢，真的把这些吴家大人物放在眼里啊？啊？经过上次的事情，我以为你会躲起来，做个缩头乌龟，没想到还敢出现在我面前，这么不长记性。堂哥，你之前处处为难我也就算了，我这个做堂弟的忍忍也就过去了。可你实在太嚣张了，大伯什么身份？他配葬在祖陵吗？啊！好在吴家这些大人敬重祖陵，听到消息立马就赶过来，不然还真让你小子得逞了。我看呀，今天吴家这几位大人都在，
你怎么嚣张？你就是吴昊？正是。现在立刻马上把你爹给拘押了，以此谢罪。我可以当着什么事都没发生，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解散！散散散散散！你真以为借这几个人的手就可以收拾我？还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马上把骨灰扬了。这几位大人，随便一个都能把你踩在脚底。算你小子识相，也没什么骨气嘛，就知道说大话。你也只敢跟我嚣张啊！啊，这几位吴家大人来了，你还不是要当缩头乌龟？放心了吧，答应你的事儿，儿子一定办到。您先在这里委屈一下，明前有一些杂草需要清理，等我清理完，就能在踏踏实实去了。叨叨的，赶紧的！今天谁也不能阻拦我祖灵葬父。如果谁执意要阻拦，我吴昊在此立誓，凡是阻拦者，必将一一清算。我没听错吧？他说要清算我们？用酒不吃吃罚酒啊！你可是自找的。有资格葬入祖陵的，都是我们声名显赫的先辈，他们的荣耀传承到我们手里依然存在。在座的只要一跺脚，整个南国都要颤抖。而你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你的父亲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有什么资格葬入祖陵呢？如果我没有资格，那么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把你们的先祖从祖陵里挖出来，因为你们都没有资格。放肆！你知道这几位大人都是什么身份？不知道。无知者无畏啊！啊，我的父辈一手创建了国内一流顶尖的企业鼎盛集团，而且繁荣至今，你说有没有资格葬入祖陵呢？我的父辈创立了国内十大房企九尊集团，有没有资格葬入祖陵啊？我的父辈打造了国内第一商会云龙商会，我有没有资格葬？不够，就凭你们这点东西还远远不够。狂言！如今能如此狂妄的只有世界第一的索尔集团总裁，你算是什么东西啊？难不成你想说你就是那位神秘的索尔集团新任大总裁不成？各位大人，他确实不是什么大总裁，不过呀，他确实跟那个索尔集团的高层有联系，正给人家当小白脸呢。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啊，原来是一个吃软饭的窝囊废啊。不要觉得你仗着那个女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她代表不了整个索尔集团，她不会为了你得罪所有南国的民企董事的。怎么，今天那个老娘们没来，是不是因为听说这些大人要来不肯露面？你是不是打没挨够？好狗不挡道。哎，怎么被我说中了？恼羞成怒了？你连唯一的倚仗都失去，看你今天怎么反省。我记得我说过，我吴昊从来没有倚仗，如果非说有倚仗，那我也是倚仗我自己。哼，笑话，在场的哪个人不是南国的顶流翘楚？什么大人物没见过呀？啊，你把你说的这么厉害，怎么吴昊这个名字我们没有听说过呢？啊，没听说过，那只能说明你们还没有资格。左一口资格，右一口资格，你有什么资格？你倒是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就算像你说的，你的能耐比我大，你的权势比我高，你自然可以将你爹葬在祖陵。就算是你选中了祖陵中风水最好的位置，我们也没有任何异议。他自己的亲堂弟都说了，他就是个吃软饭的，能有什么能耐？然后我今天便让你们看看我的能耐，到时候可别跪下求饶。
马上对鼎盛集团、九尊集团、云龙商会进行商业狙击。三分钟之内，我要看到这几家企业破产的消息。你不要告诉我，装腔作势就是你的能耐，竟敢这么戏弄我们？当真我们是吃醋的？我以九尊集团董事长的名义，发动所有关系，对吴昊实施全境驱逐，让他在南国永无立身之地。我以云龙商会首席的名义，发动所有关系，吴昊全境驱逐。我以鼎盛集团董事长的名义，发动所有关系，对吴昊实行全境驱逐。我不也站路，对吴昊实行全境驱逐。老吴昊，你本来只要乖乖听这几位大人，半截骨灰扬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可你偏偏要逞口舌之快，闹到现在这个地步，我看你有什么？这不正是你想要的？我想要的不仅如此，我想要的是你的命。我的命你没本事拿。怎么可能？这个新闻只是这小子提前设计好的。喂、哎、啊，真的有破产啊？这是谁？竟能让索尔今天对我们发起商业狙击？难道说他真的是那位神秘的索尔集团新任总裁？我还是不敢相信那位凭着一己之力能让南国芯片技术领先世界数十年的人物，更是将索尔集团打造成世界一流企业的商业鬼才，怎么可能是吴昊？喂、哎，你不是说他是个穷光蛋，一个吃软饭的吗？大人，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他有什么本事，我心里最清楚了。他绝对不可能是索尔大总裁啊！什么误会？你给我们解释清楚。对，肯定是那个女人在帮他，肯定是那个女人在帮他。你当我傻？一个索尔集团的高层怎么可能有这个本事？是那个女人叫什么？好像叫什么艾。爱雪，对，就是爱雪。爱雪，去你的！爱雪是索尔集团的前任总裁。什么？爱雪是索尔集团的前任总裁？你又输了。你赢了又怎么样？说到底，你还不是个吃软饭的，就是个没本事的废物。我想你们误会了，这件事情跟爱雪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安排的。我就是索尔集团现任总裁吴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现在我再问你们，我想我爹造了祖灵，你们还有意见吗？早知道你就是索尔集团的总裁，就是给我们一百个胆，我们也不敢啊。都是我们有眼无珠，冒犯了您，请不要放在心上。凭你的能力，你将爹葬在祖陵，这是我们吴家的荣耀。我该死，我刚刚对你和于丽人出言不逊，我给你磕头谢罪。大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事后我会撤销对你们集团的狙击，别以为是我放过你们。一个大企业的破产会导致成百上千的家庭失去工作，我只是不想牵连那些普通，希望你们日后能多行善事，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这样也对得起葬在祖陵里面的老祖宗。先生大礼，我们谨记在心。爹，您看到了吗？儿子没有辜负您的期望，给您长脸了。那些曾经欺负过我们的人，现在再也不敢为难我们了。爹，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妈的。您就在这儿好好休息，我会常来看您的。我不服，替
凭什么你要把我踩在脚底下？凭什么？刺！我过得不好，你也别想好过。这下来给我看看，你拿什么把你爹葬进祖林？婆，你这个畜生！你知道我这三年付出了多少努力吗？为什么我爹受了一辈子苦了，他死后你还要这么对他？为什么？我就是看你过得比我好，我就是不舒服，我就是要祸患。一直都被我们家踩在脚底下吧？你们乖乖被我们家踩在脚底下不好吗？站起来做什么？啊！你就想一直看着我们家穷，是吧？打呀，打呀！你把我打死了，我就能下去找你最心爱的女人杨氏氏了。就算老子做鬼，爷爷继续玩你的女人。哈哈哈哈！去死！你把谁是怎么了？他呀，他现在估计已经割腕自杀了吧？啊？告诉你啊，那个臭老娘们就是割腕自杀都不愿意从老子。我实话告诉你啊，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结婚。他是因为看到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他才说出那些话的。心里啊，其实一直都是你。他死了，你就带着愧疚一直活下去吧。啊！哈哈哈哈！你在哪儿？说呀！就是司令没告诉你的。我就喜欢看你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说。不是啊，你来干什么？是在家吧？他几次没在家，一直在我婆婆家。你这么着急，你还有急事啊？是谁出事了？五婆那个混蛋强迫婶婶，婶婶不答应，割腕自杀，现在找不到人啊！哎呀，都是妈妈的错呀！妈妈不该逼你家那巫婆，你可要好好的，妈妈再也不逼你了。我以前都是阿姨的错，我求求你，求你帮我砸砸他。我一定不会放石石不管的，您放心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婶婶会去哪儿了？我该找的都找了。你这是要急死妈妈呀？你究竟在哪儿啊？或许我知道婶婶去哪儿了。五号，如果我跨过吴家这大门，我就当自己已经嫁过你了。我没有事呀。记得我小时候就总爱往你们家院子里跑，你总是给我吹牛，说你将来会变得有多厉害，然后你去解决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坏人，记得吗？我现在想想觉得你好傻，这个世界上坏人那么多，你怎么可能解决得完？更傻的或许是我，我那时候满脑子都在想，
长大以后你去解决坏人，如果你累了你就回家，我给你做饭吃。大概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开始喜欢你了吧，我就想天天待在你身边，你做大英雄我就做你的小女人，我还真是没什么出息，我可现在你已经有了其他女孩子，你不需要我，我你就是个负心汉，你就是个混蛋，就是个混蛋。为什么我现在还是不能讨厌你？我应该恨你才对。我只要死了，也要和你心爱的女孩子永远在一起了。诗诗。诗诗，你怎么这么傻呀？诗诗。你不能这么丢下我不管呀，诗诗。啊，诗诗，你快醒醒啊！都是妈的错，妈子不知道吴博士那样的人，在强迫你嫁给他们。红母，您放心吧，医生说，诗诗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我谢谢你救了我女儿，以前啊阿姨住院蒙了心，现在才知道只有你对她是真心的，对不起。哎，没事的，都过去了。思思你醒了，傻孩子，你爸妈吓死了。妈，对不起。要不是吴昊救了你的命，我们母女俩就天各一方了。要是没有你，妈妈怎么活呀？吴昊，嗯，诗诗，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你走，我不想看见你。诗诗，你滚啊！诗诗，是我救了你的命，你怎么能这么跟他说话？谁让他救我？我死活跟他有什么关系？你走，你走啊！诗诗，你放开我！我已经知道你和吴博的事情，你不用再骗我。我也知道你是因为我和艾雪的关系误会了才这样的，我可以发誓我和艾雪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如果有不正当的关系那就让我被雷给劈死，我爱的人一直只有你。你就是个混蛋。看到你们两个重归于好，妈的心也靠实了。诗诗啊，以前我反对你吴昊，那是我的错。现在啊，
我才认清只有吴昊对你是真心的，是爱你的人。妈妈呀，祝福你们俩好好的下去啊，都怪你个女人，说吴伯在那个索尔集团，说是个前途无量的女婿，我才去找的吴伯。现在想想啊，简直是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嘛。还有这事儿，那这个女人是谁啊？什么名字不记得，只记得她高高瘦瘦的，长得还可以。没想到她心肠那么歹毒。哎，就是个女人，杀了我女儿。原来你们都知道。贱女人，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害我的女儿推下火坑？别在我面前撒谎，还不是因为你贪图荣华富贵，才把你女儿推给了吴伯。要怪，就怪你贪图荣华富贵的劣根性。爹，妈，原来你没事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应该知道诗诗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吧？为什么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正是因为杨诗诗对你来说很重要，我才要拆散。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我也没有必要再隐瞒了。是，吴昊，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但是跟你相处的这三年，我确实逐渐喜欢上你。可你明明知道我有未婚妻。未婚妻又怎么了？就算是你结婚了，我也会这么做。我爱谁想得到的东西，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得到。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没考虑过你的感受。我为什么要考虑你的感受啊？不就是我看上一件商品，商品而已，要什么感受？爱情不是商品，这种事情怎么能强求呢？可偏偏就是要强求。就算你拿整个天下与他做比较，我还是选他。这个回答你满意吗？好一个为他甘愿放弃整个天下。我真的不明白，你明明知道吴昊今天他有多不容易，你怎么可以说拿走就拿走？没事的，诗诗，大不了从头再来吧，只是要委屈你跟我吃苦。没事儿，我不是一直陪你。吴昊，分别之前，你能跟我单独再谈谈吗？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去外面谈谈。没想到你能这么坚定的选择杨诗诗，为了她。放弃索尔集团。说实话，当时我内心挣扎了一瞬。我现在的成就，正是我父母所期盼的。突然之间没了，挺对不起他们的。那你还这么选择？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其实，在此之前，我有想过离开索尔集团，自己创业，可是一直没有这个勇气。是你这次选择，让我逼着自己，鼓足了勇气迈出了这一步。那你可得好好谢谢我。我的确要好好谢谢你，是你给了我发展的平台，对我有治愈权，更是你，让我替父母一雪前耻。我可不要你的口。那你要什么？我要你永远留在我。我倒是忘了，
这才是你这个纵横商界的女人该有的本性啊！所以早知道你有未婚妻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计划，而怎样将你们分开。本来我都计划好一切了，可没想到你这个女人对自己都这么狠，你打破了我所有的计划。不好意思，我让你计划落空。没关系。 作为一个商人，投资失败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认，可是我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如果在这段感情中是我先遇见了你，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是。 干你的心。或许吧，在你身上，我的确看到了很多值得欣赏的优点。看来在一段感情当中，每个人的出场顺序。事已至此，我希望你能放手，这样咱们还能做同事，做朋友。是吗？ 既然你这么爱他，那我给你两个选择。什么意思？虽然你现在的权势和地位都是靠你自己能来的，但是归根结底，索尔集团还是我的。你要知道，我能把索尔集团给你，自然也能收回来。我要你在索尔集团和他之间做个选择，选索尔集团。 选他，那你将在瞬间失去你这3年为之奋斗的权势和地位。你醒了？你要做什么？孤男寡女，只身酒店，你要做什么？你对我做了什么？没怎么。 只不过是对你用了一点药。我已经说过了，咱们没可能，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手？我说过，我想要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要得到。你这个魔鬼！再给你一次机会，离开杨氏时。 好好留在我身边，任何权势和金钱，我都给你。我说了，不需要。别再挣扎了，没有用的。只要你一天不服软，我就一直对你有药，把你软禁在我身边。你这样做，只能得到我的人，你得不到我的心。没关系。 只要你能在我身边，白雪，你这样作践自己又是何苦呢？叶深，你小心。 死吴昊，臭吴昊！你跟那个女人有什么好聊的？聊这么久，这药好像刚刚换过了，医生。
奇怪，这个人好像有点熟悉。不对，这个人好像是……你是吴国？来人！来人！来人！我就……雪姨，雪姨，雪姨，这儿，终于醒了。吴伯，你这个畜生，你要干什么？畜生，你就是这么跟你们说。你把雪姨放了，你有什么冲我来？今天呀，我们两个人一个，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让吴昊过来救你，我可是特意给他安排的。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啊？救救我们！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啊？喊啊！继续喊！这个地方压根就没有人，就算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过来救你。喊吧。我，你真是个畜生！雪姨，儿子啊，你终于肯来见妈了，妈真的好想你呀、啊！闭嘴！老狗屁！我都已经跟你说了，我不是你那个狗屁儿子。你耳朵聋了是不是？啊！雪姨，他不是吴昊，你认错人了。他不是吴昊，不是。不是，既然你们都已经醒了，那么好戏正式开场。吴昊，十分钟之内赶到郊外工厂，记住，只能你一个人。逾期未到，你就等着给钱了。不然他跑了，追！好，药箱还没空，得赶紧脱身才行。跟他追！吴总。艾总可是对你一片倾心啊，我劝你从了他吧。那个乡下的女人怎么能抵御艾总？吴总你非要抵抗，那就休怪属下无礼了。十分钟之内赶到郊外冷工厂，记着，只能你一个人。逾期未到，我就把这老娘们都弄死。婆，你这个畜生！我爸和师侄要是有死伤两团，我饶不了你。妈，师侄，嗯，我站住。再过来，我就先杀了你们！老东西，那个才是你的儿子。他是我儿子。吴伯，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
饶了你两次，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放了你，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让我变得一无所有。我现在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想放你，我真该杀了你这个混蛋！要怪就怪你自己心慈手软。吴伯，吴伯，我求求你好不好？你放了雪姨和吴恒，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不要做傻事，试试做什么都行。对，只要你肯放了他们，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试试放了之前，我或许还能玩玩你，但是现在，我看都懒得看你。姑婆，如果你去赌钱，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你放了他们，行吗？钱？晚了，我现在图的是你的命。跪下，爬过来。王浩，你快走吧，他不可能放过我们的。你快走，你如果走了还能活命，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儿。走，你走啊！我不能扔下你们不管啊！跪下，爬过来，你听到了？你们都跪下！我跪，我跪！我儿子，我儿子，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子。打死我！死了，快死！打死！事实上，我只有吴后，谁也不能欺负他，谁也不能。妈，是浩儿对不起你。虎婆，你别再动手了，我把我的命给你，给你。武浩，你快走吧，不然你会没命的。现在就要求你了。现在就要求你，你不是很狂吗？你不是很牛逼吗？这还不是为我大哥的死好你下手，我加倍奉还。不要打我儿子！说，好，你也有今天。我教练，我他们不要再惹我的面。跟他们没关系。好，我可以放了他们。不过，我只能放了一个人。我很想知道，在你心里到底是你妈重要，还是你心爱的女人重要？啊！吴昊，我很想知道，在你心里到底是你妈重要，还是你心爱的女人重要？选啊，选雪姨，我陪你一起死。是是，真是一段感人肺腑、撕心裂肺的爱情。可是我让你选了吗？啊！既然你这么想死，那老子现在就成全。我不要，不要伤害雪姨。吴昊，好，你这个人总想着两全其美，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好事？就像现在这个时候，这两个人你只能选一个，可你两个都想选，到最后只能导致他们两个都得死。吴昊，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选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浩儿，我想起来了，什么都想起来了。你就让妈死吧，妈一把年纪了，死了也没什么。你爸一个人在那边孤独，
马金培，妈，浩儿，这些年你很努力，妈为你骄傲，你不要自责，这样的结果都是我们家的命，一辈子也逃不过的苦命。妈认了，也认了。妈，妈，你就先选一马，如果你死了，我自己也不会独活的。三、二、一，我不要！一，阿雪。就是你这个疯女人，今天没你的事儿，你赶紧给我滚一边去！你快带着阿英子走，我拖着她，快走！那你怎么办？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不用管我的死活，滚了！妈，是是，我们走。这走啊！这疯女人，你是不是脑子有病了？啊，为了他们，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是不是？啊？跟他没有关系，是我自己活腻了。别装了，你心里应该很难过吧？啊，你跟他走的多潇洒，他连头都不回，你应该恨他才对呀、啊！啊，他就是个负心汉，不如我们联手，直接就把他杀了，怎么样？说过，以后再没人能伤害我和你二老吗？娘。为什么你们都对他这么好？为什么？他今天就要把你们全都杀了！我爸，你个畜生！我放过你！你们回来干什么？啊！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怎么回来的正好，那老子就先宰了你，再把所有财富全都宰。一定不会让你得逞！这就这次总该我赢了吧？啊，我好啊，那去死吧！阿雪，你就算为他去死，他也不会喜欢你的。把手给我撒开！王八蛋，我饶不了你！啊，什么？自作孽不可活，这就是你的报应，你就该下地狱！知道为什么了？我突然很羡慕你。阿雪，你姐姐说，我马上送你去医院。快轻松住，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我快要死了，我想我跟你，你宁愿爱哭。你没有爱过我，我都快要死了，你就不能骗我一下，说你爱过我吗？爱，我爱过你，我爱过你，爱了多久？很久，很久。可他们要的是什么？你会不会觉得我和我很计较，连这个都要比？
没有，你很好啊。八面你公司总裁的事，小雨没有放在心上。即使是公司出了问题，我怕连累到你。你别说，我先接受告辞。我希望，希望你们好好守住我的公司。毕竟，毕竟可是我们两个人的心事。我答应你，不管公司遇到什么问题，我都会解决，守护好公司。我相信你。我去，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爱情，爱情里出场的主角真的很重要。小妹子，小妹子，我们一定要先拼这一局。爱情。浩儿，你这次去星海又要多久？妈，我也不知道要多久。集团出了问题，我得去解决。你不是已经卸任了总裁的职务？集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好不容易才团聚，你又要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能见面呢。我答应了艾雪，替她守好宋儿。咱们不能做言而无信的人，况且艾雪是因为救咱们才死的。您从小就教育我要知恩图报，不是吗？说的也是啊，多好的一个姑娘就这么走了，是我们家对不起她。妈您放心吧，我把事情解决完马上就回来。回来就把你和诗诗的婚事办了，不能像上次一样，是等了你这么些年，你不能辜负了他，听见了没有？哎，诗诗，回来之后咱们就举办婚礼，最后再等我一次，好吗？这次去还会失联吗？会好好工作吗？我送你的项链还在吗？在，在。你上次把它扔了，我又找回来了，天天都戴在身上。每一天吗？每一天。回来还我。诗诗，谢谢你。等你呢，一直都在等你呢。
吴昊，我今天也超级超级想你。我每天都看着这扇门，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走进来？有消息了，诗诗，有好消息了，诗诗快看。本台报道，近年以来，外部势力持续对我芯片产业实施打压、剽窃、监听，阴谋手段层出不穷。但在索尔集团现任总裁吴昊的带领下，其团队以顽强毅力，坚决打击了外部势力入侵，维护了国家尊严。吴昊勇于拼搏，敢于冒险，将上任总裁艾雪的索尔集团带向了一条伟大的吴昊真出息了，他为国争光了，太好了。哎呦，老太太呀、啊！哎呦，老太太，你这是干什么？大凯，你变成了族鹤一样。我知道你的那个儿子啊，他都火到国外去了。哎呦，我们真高兴。我们沾点光，可以吗？老家，以前呢、啊、是我们大伙不对，你别往心上去。今儿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大伙儿是来向你道歉的。老姐，到我家里去坐吧，要不我煮饭煮饭。要不要走？吴昊，你现在这么厉害，会不会不要我？我们结婚吧。还是第一次看到，应该要给你送的。世态炎凉，人心冷暖啊。